这个是我捡来的梯子，能够直接走过去，毫无新意而且 low。 然后我再掏出刚烤好的蛋糕，一个蛋糕可以分七口吃完。掌握了这个，你就掌握了这期视频的精髓。没错，我就要做一个蛋梯，加个速。这样的蛋梯不仅颜值高，而且很 fashion。 下面由我为大家试爬一下。哇哦，真是非常的感觉。这样的蛋梯才能符合像我这种新兴人类的身份，站在上面看，你们自己都觉得你们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 Put it anywhere。Put it anywhere。你以为这就是极限？